精英杯 A 组周六球场在大埔运动场上演标准流浪同杰志的对碰。两军为了保住出线机会，今场不惜奋战争胜。杰志赛前位列小组第四，出线形势可以话几被动噶。五分钟蓝鸟先有谷盈智右路远射，不过就考验不到卢少奇，自己搞不掂，交俾队友试试又点呢？苏沙接应佢传送之后，推上射个地波入网，十一分钟就杰志打开纪录。至于赛前咧 ，A 组敬培末席嘅标准流浪，企稳阵脚之后都有唔少攻势噶。安基斯十七分钟中路施射，可惜就考验唔到郭建桥。杰志嘅苏沙三十二分钟再有机会，带到入禁区入面一射，今次就过唔到卢少奇。杰志领先一球入更衣室，换边之后，落后嘅流浪继续组织攻势。林学谦五十六分钟接应简尼力传送，控定转身一射，紧紧斜出。巴拉克六十一分钟为杰志博得十二码机会，由洛迪古斯操刀，无奈被卢少奇接杀，能够为杰志再添比数。洛迪古斯七十五分钟再有机会，中路放个冷箭，点知都是无功而还。而队友苏沙八十一分钟在禁区深口控定快脚抽射，只是在柱边出界。八分钟之后这一脚都是不能够为球队再添纪录。苏沙在右路半传半射中未弹出，去到补时阶段，蓝鸟有费兰到左路传中，洛迪古斯冲前一督，再一次被卢少奇救到。杰志最终小胜标准流浪一比零，全取三分。为了纪念蓝鸟队长黄杨达成第二百五十次为杰志正式赛事上阵的里程碑，赛后就举行了个简单仪式。黄杨分别在杰志副会长谭伟棠和杰志主席冯永勤手上接过纪念品和球衣。他仲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球迷可以珍惜这段缘分，以后继续支持杰志的球员。东网体育报道。